泛血光之灾，将为中提供另类治疗法。漏掉这一个煞气。哎呦，看看那个句子，你是开门见刀，你把它做一个遮打挂斗地的一个消除，能够避免家人的不明的血光。那我手指头竟然弯不太起来。哎呦，那天地黑啊，我想去洗个碗就刮到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奇怪，我还没开水，为什么我已经双手是湿的？每天要包一张。太巧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一定会好的，有效。我觉得要包2000块。